送大集合现在开始啦！欢迎收看《祝你大吉哦，幸福好运到，奖金上的有心人》。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园林镇呐，振兴社区啊。哎，园林市了，园林市了。哎，我已经升格了哈。哎，园林呢，我们常常来这边呢，第一个印象就是百果山，有没有？哦，有耶。哦，很多水果啊，种蜜饯呐。蜜饯最有名的。对。干妈比泰。是啊，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好的。阵容也蛮多的，江正台。欢迎。很好。Yeah。蔡小杰啊。Yeah。哇，钱天栋。小钱。陈千羽。欢迎。名次精选的新人都要一般高啊，看到没有，男男女女，哎，真的啊，非常平均的。哎呦，今天好多年轻人哦，是啊，是哎，年轻朋友，同学大家好，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你们年轻不是刚放完假吗？怎么又在这边？啊，放完假啊，请假来看你啊！哎呀，还就是啊，放完假回家开始正式请假啊，不是的，可见呢，他们对我们节目是非常喜欢的。对的，哎，没有啦，瓜哥，嗯，今天有这么多学生来啊，都是学生啊，你对对对，都是年轻朋友。是因为呢，我们明视呢这一阵子呢推出了一个新的校园的喜剧啊，校园的戏，校园新娘驾到，哎，新娘，没啦，校园已经给你讲了，校园，校园很青春的，年轻的，年轻的，严正英雄，喂，哎，警察来办案的啦，那是阿波拉的三个女人，阿波拉三个女人，校园，我们一起告诉瓜哥，我们叫什么？难怪有这么多年轻，已经上演了好几周了吧？对对对，已经两个礼拜了，两个礼拜了，而且每天才半个钟头哎，十点半播，几点播？十点半，十点半到戏不在场，在于精。哎，你为什么那么多话？不是哇，这收视率很高哎，人家喜剧你话那么多，对，让人家讲一下嘛，讲那么多干什么？这一出戏里面呢，我也是演员之一。啊，你为什么演员之一？哎，老师的爸爸。对。啊，我老师的爸爸，小二位爸爸，我大爷，所以他是学生。哦，你是演学生，对，啊，你也演学生，我是学生，你是他妹妹，哦，这个也是学生，不是不是，我是体育老师，不是，所以你演他们的继父，生父，生父，生得出这么漂亮的老师，是啊，贺千代的这个生父，他妹妹。懂的。是小美，不是不是医美啊，找你演不是演神棍，你怎么可能会演这么正常的生父呢？我青春喜剧，我能不能有机会漂白一下呢？园林市除了我们常听到的百果山和闻名全台的蜜饯之外，等一下市长还要介绍一种特别的花和最新最好玩的地方哦。现在我们就来玩个请个动北调吧，请个动北调。哎呦，哦，你市长以前来是镇啊，园林镇嘛。去年什么时候？8月8号，哦，园林升改制为市。哎，恭喜恭喜，特别啊，哎，大园林最好吃。哎呦，哦，哎，这个叫市长饼吗？还是这个是冠卷的哈？我们把我们园林的蜀葵花，哦，啊加进去哈，创意料理，哦，改成我们的蜀葵花的蛋卷。哎呦，蜀葵花蛋卷，来分享一下香味了哈，就胖了呀。小二们，那小二们，放料理。哎，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哈，5月1号开始啊，来园林啊，可以赏蜀葵了哈。哦，蜀葵花哈，我们看花，大家都跟花拍照的时候都要蹲下去，但是蜀葵花你不用，唯一啊可以站着跟蜀葵花照相的，就是我们园林的蜀葵花。哦，那么高，很高。哎，对对对，还有园林，你除了蜀葵花还有什么要介绍呢？还有我们的新的，拿着我们的百果山，还有我们的旧铁道的设置，我们相信把这些哦景点串联起来，让大家能够来到园林啊，骑着 U-bike 啊，做深度的旅游啊。是是。我们也希望啊，大家来到园林呢，记得到公所后面看我们的啊一个老旧的建筑物，我们的日式的一个建筑物啊。哦。那里是一个警察故事馆。哦。虽然是警察馆，大家可以去参观啦。对。对。多花一点时间。谢谢市长来今天带的这个。这个伴手礼。伴手礼。手工蛋卷。哎，手工蛋卷啊。啊。翡翠的蛋卷啊。蜀葵花做的。手工蛋卷，那观众朋友刚刚上网了哈，谢谢。那请看动美呢，可能今天市长来好好帮我们加码一下。好，那我们要努力帮市长守住哈。哦，帮市长守住还是帮你守住？哎，我帮我也可以了，帮市长，帮市长了。帮市长好。来，欢迎地主。来，哎，地主了啊。地主了。哦。啊，
今天跟我们艺人的对抗赛啊，您大名叫杨雅竹。杨雅竹啊，要怎么跟那个艺人名字？对啊，杨雅竹。外雅竹妹妹。雅竹妹妹啊，你现在什么学校？现在大业。大业一年级。对。什么？四川。视觉传播啊，那跟我们很像啊。视觉传播跟我们很像嘛，对不对？那你呢？我叫陈慧珍，美容科。美容科，大业。大庆高中，不同学校。对，你才高中、啊。高中生啊。啊，什么学校？大业大学。那怎么比呢？就是上去之后呢，穿衣服穿裤子，如果只穿一件衣服，一分钟之内没有穿完裤子就要下来接力赛。好，那我们派哪三位呢？我看，你们应该派一位吧？我们吗？你啊，老师。派一位哦。乐言，您派老师。谢欣还是蔡小杰？我来。对，蔡小杰啊。谢欣好了，谢欣好了。好了。我们还在录影。谢欣自己决定了，你来，男生吗？那既然有这有红毛在啊，红毛，对不对？红毛星星，你就变电灯泡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你们三个一组嘛，好，你们如果赢了6000哦，你们赢了我们是帮市长守住哦，好，好不好？来，请就位，好，加油，预备，反正啊，你如果赶快尽快穿，就是争取秒数，如果没有一分钟也要下来了啊，预备，速度越快越好。好，请高的美条，这个是三人版的哈，啊，比这个速度了。那么团结力量大号，首先呢，他的两脚站好了之后呢，一样的左右摆动，起码先把衣服穿好。但是还是蛮厉害的。好了，接下来穿裤子了。好，最难的总是要走啊，现在要抬一只脚的话会更晃啊。你要看，加油加油，走平过硬，你坐骑啊。快，赶快。好，来，再跳上来，跳到地上。我跳了一次之后没磨到来了，已经30秒了。来来来，站好，来。加油加油！哎，小心了哈。阿林仔，哎呦，不要抖，第二棒要准备了，已经时间快到了，已经来到40几秒了。哎，要掉下来了，哎，要掉下来了，赶快再来，快来！哦，还没完成。再来。接着来的，现在来到第二棒，这一位比较看起来比较瘦小一点，哎，感觉比较没有胖成那个样子哈，穿衣服都更轻松了啊，最难的就是裤子，平常穿着，来，他整裤子，东西快放低一点，跟我的手臂照哎，他的那个左脚一直抖，对呀，他抬右脚，左脚一直抖，就会抖哟。都是裤子穿不起来啊！已经30秒了，第三棒请准备啊！已经30几秒了。哎呦！你刚刚居然没有在看，他撑开，可是你的右脚抬起来的时候，居然没有对准。哎呦呦呦！尽力一脚了，好，尽力一脚，没办法。轻敌哦，这位同学，大业大学的同学，你小心哦，平板同学，你的平板呢？眼睛都在看房子，那个看衣服了，好像穿错，下面已经歪了，没关系，穿反了没关系啊，好，穿上去了，最难的衣服穿好了，掉了，下来，好了，哎，再来哈，哎，它的重量，我们的那个拉不住，可是它感觉很稳，怎么会一直往下掉？穿起来就赢了，左脚一直抖，加油！歪了，哇，这个摔的真太起劲了，要倒数了，给你，要倒数了，加油，运动科的，加油！对，运动健康管理哈，好好的管理一下自己的健康啊，9 8 7 6 5 4
上去好像被破坏掉。很难，三个都没完成嘛。对，都是说上一。他几秒？上一的时间16。16，你上一。16、11。很快，30。30，所以他们都完成上一嘛。对，也就是一人完成整件也就赢了。我们只要其中一个人完成整件就赢了，整套就赢了，要不然就要比单件哦。那女生就会好，来第一棒，请准备。那个小贺先来，对不对？对，来吧，小贺，还要好好完成啊。要留，要留下深刻的印象。好，先感动不掉。好了，比赛开始啦！第一棒上来的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小贺老师，加油！小贺老师现在半蹲的状态，穿上衣服。准备要来穿裤子了，他一样保持着半蹲的状态。老师看着，你要穿，你要穿，加油，加油，加油！老师加油，老师加油，好，来有抬起来救，抬起来救，哦，通关了，赶快赶快，小欧救小欧了，跳高跳高，救小欧了，请尽量撒下你的波浪。抬脚就跌倒，老师，老师加油！老师磨烂了，老师磨烂了。哦，接下来是体力的，老师最后用爬的，老师加油，老师加油！时间差不多了，10、9、8、7、6、5。哇！第二棒，第二棒，第二棒，快点！第二棒，谢小新来了。哇，输掉了，输掉了，加油加油，输得比人家短了，比人家长了，如果没有穿整套都会输掉了。好，我们现在看到谢欣也是用半蹲的姿态来穿衣服，对，他穿衣服还非常的稳哦，有跑马拉松有差啊，有差有差，肌耐力不错了，是谢欣。好，接下来要来穿裤子了，我们现在注意脚要抬起来穿哦，穿起来穿起来，不要看他，穿起来。他现在把他的右脚移到正中心，然后左脚准备抬高。有机会，再来一次。好，我们再来一次，还没有跌倒就有机会。右脚在中心点，左脚抬起来，进去了。结果，结果，结果，破空翻又跌倒，真可惜。差一点点就可以成功了。跳。哦，其实裤子要干嘛？蛮为难的，蛮为难的哈。你裤子那个不算啊，那个不算啊。你裤子呢？好好，这个是重新再来过了啊！可以拿起来哦，不代表平衡感还不错哦，加油！哎，有机会了！重心，重心移身的，重心移身的啊！其实依你的步位表现，这样已经不错了。时间已经10、9、8、7、6、5、4、3、2、1，穿起来！一，可惜了，第三棒来了，看你的，第三棒要抓这个衣服，要抢衣服的速度了。好，我们现在呢？哎，不要叫，不要叫哈！穿衣服速度，哎，衣服的速度很好，衣服的速度很好。不要摇，哎，没有人摇你，是你自己在摇。加油！我们来看看红毛，加油！红毛要抬脚了，要抬多久了？掉下来，掉下来！大家穿衣服都很快，裤子没办法了。哎，裤子真的不好穿哈。真的很难。好，我们现在看看。要重新来过，重新来过。把裤管拉伸，裤管拉伸，看准了，看准来了啊！你目前平衡的很好，你目前平衡的很好。啊，他目前把右脚移到这个核心距离啊，抬脚了。平衡的，抬脚了。有机会啊，有机会。他一直做进去，一直做进去，但是没有进去，没有进洞得分，现在卡在篮板。加油加油！他又重新来过，重新把球运出来就赢了，加油！完成就赢了。来，啊，洞，裤子的洞已经拉了，拉开了，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时间也快差不多了，温馨高高高，好看了，最后了，倒数了，10、9、8、7、6、5、4、3、2、1，反正裤子太难了吧，裤子太难了吧。很难哦，每个都只能穿上衣。来，三位请到这边。的三位的认证，我们掌声再鼓励一下啊！他的几秒？他几秒？
第一棒热饮几秒？第一棒十二，十二，赢十六的嘛？对，赢十六。第一棒十六嘛？赢四秒。我们第二棒十，现在已经十四秒，啊，输三秒，输个十一秒。第三棒男生，对方三十，红毛红毛九秒哦。我们是赢的，我是赢的，我们是赢的啊。中数的报名啊，因为他没穿起来嘛。对，来，那三位来，请到你来。好，来三位同学在后面哈。后面三位同学，我们算是也赢得很辛苦了哈。来，嘉义民雄的晶晶鼓励送给你们。是，晶晶，你三位晶晶，谢谢。我想有没有个人要挑战的啊？阿翔，哎，大家会认为说我们裤子都穿不起来，有点为难人家。哦，真的哦。要不然你放一个记录让大家挑战。哦，可以脱鞋子吗？可以，还是要女生来帮你，蔡小杰帮你。蔡小杰帮我干嘛？你们俩上去，他帮你穿衣服裤子。觉得你这两人的也不错哎。来来，小千羽。千羽啊。千羽比较瘦小。哎呀，好。你们蔡小杰吗？没有，瘦小的好，瘦小的好。你干嘛还假摔啊？我又好，你怎么那么狠？把他推开。我们这真的很像后宫甄嬛的啊。哎，这样好，这怎么样？你们两个上去之后，面对面，你要帮他穿衣服、穿裤子。我帮他穿，他帮我穿。你帮他穿了，我帮他穿。对，好，穿，因为他脚抬不起来嘛。对对对，衣服、裤子，好，看能几秒完成。这样子，对，一分钟不能完成就不能完成。好了，我就把他套进去，他手就进去了嘛。对，然后裤子啊，然后裤子你就赶快脚抬起来嘛，因为两个够轻啊。那他可以扶我吗？可以，都可以，两个都可以接触。哦，两个可以这样，帮忙扶一下，不要打掉，都可以。穿衣服不是拥抱哎，没有，我知道，我是护肤。来来，请就。哎，好，试试看好不好？这新玩法啦，啊，我觉得两个要互动啦。你帮他穿上衣，你帮他穿裤子。好，如果完成秒数，如果超过一分钟就不要讲了。嗯，那就算失败了，没有完成啊。嗯，对不对哈？互相帮忙应该穿得起来才对，我觉得。不管谁先上，一定要站在上面一起完成。好，所以衣服给你，衣服给我，你裤子给你，裤子给女生，好不好？预备，可以了。那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陈千羽，你几岁了？今年要22岁。22岁是蛮年轻的，所以你进来这个圈子已经多久了？你要不要把蛋卷拿进来配啊？你要看为什么星座啊？要培养这默契。结论，你的相亲的。结论的重点是你先跳上来。好 ，OK， 好，聊完了，刚刚就讲这个就好了嘛。好，对，我不服啊。你请杀。我请客，哎呦，今天哦，跳，来，第一次跳，但是他第一次跳不上去。好，我，好，接下来，不能播，他上去了，好，来上，你请上，我请客，你请上，我请客，你不要乱动啊，好，来，那口变了，变了，搞乱开，抬起来，不能。穿起来就算了。进来，搞乱起来，让他走了。耶，好棒啊，耶！对，几秒？42秒。那我们要问市长，这样子应该比较好完成啊。你看我胜哦。这样比较容易了。比较容易啊。那市长，市长要来。市长要试试看。一组啊！等一下，有人挑战的吗？有，哎呦！这一对情侣是郎才女貌哈！刚认识啊！刚认识！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在念书，就中州的事。啊，中州也念书，你也是？对。今天学生好多哦。学生多，对。学生来参与我们节目，太好了。嗯。来，你请沙发，请狗摘嘛哈！你要帮他。穿衣服。你要帮他。啊，可以，好，来，请就位。来，不能扶哦。上去的人不，他要上，我不能帮他扶哦，一个个上。啊，两个在上面就可以了啦。对，来，各自上去。上去之前不能扶了。好，他看来是男生要先上。你请杀，我请口。好，希望我们的男生先上。好，先站好。可以啊，稳住了，女生上。好，女生来了。42秒，快。好，男生稳当当的把双脚放在中间了。现在套拉衣服来了。好，赶快，进来。好，穿衣服了。哎，手要穿进去，手要赶快穿进去了。女生来拿裤子，赶快。穿裤子。啊，对，抬起来，脚抬起来哦，脚要抬起来哦，脚要抬起来，脚要抬起来。对，好乖。哎，这才是乖儿子。像个儿子。哎，乖儿子。脚要抬起来，乖儿子。啊，对，那可以，六个。
感觉很好，温馨，对不对？几秒？四十。哎呦！你们是多少？我们是42秒。你们40秒？对。怎么可能那么快？你们还比？哦，好厉害啊！速度很快啊！哎呀，你们不要以为你能拿到奖金，还有一组还没完。真的吗？来，董哥跟蔡小姐。这个画面很有趣。哎呦，对啊，董哥、蔡小姐，蔡小姐来，刚刚是40多少？40秒。40秒吧。对，你要80秒就赢了。啊？啊，这浪太多了吧！我给了，我给了，你给，你给，我给嘛，好不好？人家真的，他现在第一名是40秒嘛？对对，我给你80秒嘛，80秒完成，奖金算我的嘛？多少钱？3000。3000。啊，4000啊，4000不能服哦。好，谁先上你就不能服哦。预备，好，董哥尽量，不行就喊淘汰。好不好？不要一直撑到心脏受不了。我看来应该是蔡小姐先跳比较好一点。不准一分钟，这么气吗？80秒，你不行就跟他说不行了，因为。哎，你请上，我请好。好来，你起枪，我起锁，你请上吗？好，好，董哥先跳啊，董哥，看稳的，看稳的，董哥你先跳下。董哥，董哥，董哥，董哥先跳下。蔡小姐先跳啦。蔡小姐先了，董哥不要扶，董哥不要扶，好，可以，董哥可以来了。我懂这样的，这比较矮，你比较好跳嘛。哦，对了，沉住了，撑住了，撑下去，两个都沉住了。哦，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来请上啊，请上，董哥帮他穿衣服啦，我要洗脸了。董哥，他穿了，我要先帮蔡小姐穿。啊，就像穿帮儿子穿衣服一样啊，还穿你啊，还穿反了。还给我穿反！还有一个农民伯伯在帮年轻的蔡小姐帮她穿裤子了，再来一下。董哥，蔡小姐，蔡小姐，走什么？看到没有？蔡小姐，蔡小姐表情好好笑，她一直很惊的，蔡小姐惊在那里。肚子里。我跟你讲很难，小杰小杰，这个单元我看你真的认真，蔡小姐，他非常认真，核心进去蹲这样，真的半蹲呢，半蹲在穿呢。下次你来，我们俩一起，好不好？我答应你这一次了。谢谢蔡小姐，谢谢。但这一对年轻朋友，这算是这表现不错了，对对对。他们可以获得3000块了。来来来来来来，小姐小姐，请进。不然你1000呢？1000，那个市长1000呢？我也1000嘛，哈，一人1000。一共3000块钱。1000，1000，1000。而且虽然失败很认真啊，你看到没有？所以在明视拍戏，除了认真之外，所有的通告都走一遍，嗯，这样才知道我们大家是团队作战的，好不好？好，外名字叫啥？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喂，你是不是来宣传的？我的老师叫小浩，要都收看了。我们的剧名叫我的老师叫丁青陈建宇，我的老师叫什么？外老师叫小贺，对对对，继续送进步还有。接下来我们来玩时来运转，小贺老师和同学们今天也要来挑战看看这个新游戏哦。时来运转，我想呢，平常在拍戏的人啊，既然跟着我们的行程，每一个游戏都要体验。是啊，就叶倩宇跟陈千宇来，请就位。好来，两个人来对战一下，来哪一边啊？脱鞋脱鞋哦！来，请就位，站在线上，线里面来。哦，要站进来，来边。好，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倩宇刚左脚一滑，差点掉下去。下来他已经摔下来了，所以这个游戏观众看了，这样就是你赢了。哎，不错啦，对。王乐言呢，我觉得应该是父子来拼一下。哦，父子赛。我也觉得这样比较合理。这个戏里面是演妇女嘛？对，妇女党。上阵就没有妇女了哈，往前一点，懂的。感情放一边，老师加油。但是对女儿千万不要还没演就摔了啊！不会不会不会，来握手一下来，预备。没他看他滚过半次，没有在动你就下来，他没有滚，你就我要动一下。等一下，不对，董哥，哎，你演技退步了，
我换别人了，好来，来那个蔡小姐，来一杯，好来了，等一下，啊，小贺，修理啊，修理他，因为小贺加油，好，小贺对上我们的蔡允杰了啊，好，我们现在看到蔡允杰是双手握拳啊，好，双手打开在抓自己的平衡，那么目前没有什么在滚动，这两个人吓了一跳，但是没有人掉下来。有摔到吗？啊，你有摔到吗？不是，你知道刚刚啊，刚那个工作人员把那个垫子从我旁边这样滑过去，我脸都撞伤了。是是，你看看看。哪有哪个工作人员？谁？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是你吗？这个是你吗？来，站过来，站过来。让挂，让挂哥帮你处理掉。你看你来，你滑到他脸吗？对不对？对。来，1000块奖金呢。都努力蹲在那边都没叫你叫什么？好，来来来，今天年轻同学啊，有的请假来，好好发个奖金。嗯，你看我这样的，我这个我的手头比较宽，是随便就给了。是哦，这样子，我的钱一下就花完了。那很好啊，大家很乐见。我们加码了，有加码，有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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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看就是学校的校长，我就小二校就演校长，对不对？你是校长吗？你衣服一模一样啊，你是校长吗？不是，我是市组会的会长，公司董事长。会长，狮子会的会长。哦，会长，想要回来。那你为什么穿就小二衫啊？我们的制服啊，我们的制服。你今天特别要来做好事？对，哦哦，来。我是花哥跟董哥你们的粉丝啊，粉丝啊，对啊，粉丝。你大名贵姓？我姓陈，姓陈的陈。陈会长。哦，就笑脸，做什么 T 啊？我做凳子的，那个光电。凳子光电是吗？汽车的那个导航那个。哦 ，GPS。对。哦，做 GPS 的。哇，那跟凳子有什么关系啊？电子啊。GPS。对，不要给老吴炸红包都好了。好了好了，来，我欢迎第一位。好，第一位。好，来，来，来，你好。哎，富哥好，你是卖气密窗，气密窗啊，对，今天特别请假过来。大名，哎，中长志，对，中长志，那就红毛啦。好，红毛来，请就位，预备，好来，时来运转，好，比赛开始了，我们现在看到红毛站的是前后脚，怎么会失败？这个他，你前面其实占了100分呐，我以为他有什么站的，好像前后脚对，一直问，结果不行啊。我们说打探拳的下盘很稳。没有，这个其实要有技术了啊，他是前后。对，啊，我就是。那你又输在哪里了？我想说哈，一直往前走，结果他突然刹车往后面。哦，啊，这个是要技术，他的战略，他的战略。所以每一次失败要记起来嘛，对不对？是。那翔哥来，里面。4000哦，李威，波来运转，不要输了，所以他落得比你晚，所以他赢了。而且偏偏你落这个角度啊，啊，你董事长看得很清楚，对不对？你先落，你行，你先落哦。先落，所以他已经有4000块了。啊，我知道了，我先落啊。体育老师，哎，可以吗？可以。你这，你要演体育老师，也要拿出实力来。好，没问题。对不对？让观众觉得你那个戏里面，戏如人生，人生如戏，那就是架杠的体育老师。嗯，来，请就位。他是真的体育老师来教你的。
你怎么脸有点苍白什么的？没有啊，我脸很苍白。是刚刚喊了那一大声，伤很多元气啊。输都是输了，来来来，没有人可以跟你玩。我跟你讲，陈董事长讲说，他常在爬高爬低，对，一到一铝门窗呀。你就摘呀，他听。你听他的，哎，我们真的没有人嘛，我是让他拿。我现在找一个，如果输了，我当场对。来，我们工作人员最厉害的，就是他教我怎么跳的。又是他，就他教我们的。喜欢谢欣的那个。你真的以为我们没有对手的吗？对。他如果输你，我再贴4000、10000块给你。要脸的。这一关你可以吗？可以吗？没问题。不要开玩笑，我都贴4000，你不要开玩笑了。光光要守住 ，OK。你看所有游戏都他，对不对？对啊。其实不知道也是。我刚刚摸他身上，他还烫的。他其实，在被别的地方还在陈设我们准备要比赛的道具。所有里面工作人员都很辛苦。对。那天在烂泥巴里面，他泡多久？真的。还拉。而且我曾经问他说，为什么你会一直在待在这个单位这么辛苦？钱也不是很高。他说，因为每次可以看到谢欣，他就有活力。你知道吗？他刚进我们这个团队的时候，跟乐爷一样白，现在已经晒成这样了。是乐爷牛排了。来，请就位。我刚听制作人说，他这个好像没有玩多久哎。预备。刚6000对不对？对。凑10000哦。好。好，比赛开始了。我们这位工作人员派上来，听说是我们工作人员里面最厉害的一位角色。那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玉琪，晒得这么黑，最喜欢的是谢欣，他能不能赢得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玉清，玉清，等一下啊，你先等一下，我们先处理那个受害家属啊。来，等一下。6000。3000。对，加满多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是3000，好吧？啊，你要3000呢，哈。对哦。我是4000嘛，对哦。对。你看我真的有做捷运了哈。不用再讲了，我卡。对对，4000嘛哈。4000不难呗，那个。谢谢你啊。啊，你没赢，啊没赢，多好心的。你就无聊，你就无聊哎。我们要很清楚啊，要清楚让观众知道。强哥再让他受伤一次。他如果赢了他玉清的话，就10000。没有，为什么？你有没有听他在讲？他是什么背踢背咯？哎，你们仓对不对？平衡感爱喝。你他妈的白银家，你是工作人员的白银家，所以他平衡感很好啊。他高也不怕。平衡感又够，是。那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常常在自我训练，所以他很厉害了。握个手，握个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然后你个人什么心愿？我先跟大家澄清一下，嗯，其实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谢谢嘛。所以谢谢，现在已经是旧爱了。哦，对，是旧爱了。新欢是哦，你现在怕这一段被你没有看到就对了，先澄清一下。我先跟大家说，请大家不要再塞这种。哦，好。好，就是好好讲啊，你不需要我们在炒作你的绯闻就对了，就不要再。啊，知道知道，没有会生气。是，可是你以前是真的喜欢他嘛，对不对？对。现在没，现在没有，现在最爱的是。你女朋友啊？没有，我女朋友。哎，他想要拿这个啦。你最爱的是跟女朋友告白，跟女朋友告白。等一下，不是啊，社会就很多这种起哄者，才造成不幸福的家庭。看谈恋爱多久了？半年，所以还没到进入婚姻阶段，还也谈不上是最爱，对不对？好讲是吗？目前是最爱，嗯，是最爱，是最爱。那你就大声讲，为什么犹豫呢？还是你心里还有我？我完全没有。他是你最爱，那你就是你是我最爱就好啦。Tina，你永远是我的最爱。好，等一下，现场有叫 Tina 请举手啊。没有，没有。好，那我们还是要颁发奖金吧。哦，而且他把他落败之后，他还站在上面。你不用，你不用，我颁1000给你。而且那个这位是40位奖，也颁1000块给你。好，谢谢。哇，厉害厉害！不用了哈。玉清啊，我呢？我也没看错人。真的厉害。对呀，我们的
虽然现场兵不够用，我们要想办法调兵遣将，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好欺负。对，这才是节目的高潮。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不要再炒作他跟谢欣之间的关系了。对，那一段弄得好像在做专访一样，观众朋友想说他到底是谁？对对，没有，他很辛苦，刚刚辛苦工作人员，进来还是烫的，我们在烂泥巴里面，他是泡在泥巴里面。下一位，下一位，你还帅，还有假帅。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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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子对，对，帅啊，哈，哎呦，礼物要送二哥，我在画谁啊？在画谁？在看不出是谁，帅成这样都画谁不知道？哇，这是你画，你为什么想画这个伟人的？什么伟人？你为什么想画？因为我很喜欢。哦，讲不太出来哈。喜欢就大声讲。对，以前喜欢我可能会被学校同学笑，现在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是吗？对的，因为他自己画，是因为外面买不到海报，你知道吗？买不到。你有去买过吗？没有，没有在卖嘛。因为做他的海报会倒嘛。对。你以前的生意可能会做吗？你在讲什么？是我不授权给人家版权，人家也没办法印我的海报，对不对？所以他自己画了，对不对？这画多久啊？画四天。四天呢？四天呢？好感动哦！多感人呢！这四天花四天的时间呢？哇！对呀，他多想你呀！真的，这样技术是不是不太好？我没有小孩子画成这样很好的，很好。这个吃的拥抱，这个我们回去把它框起来了。框起来。对对对，来拥抱一下。哇！那你有什么心愿要完成？我的心愿就是我想要成为画家。想成啊，想要成画家。那这个我不晓得帮不了忙啊。不是啊，他就是要学画，要上补习班，所以想说想要当画家，帮你弄一点补习费。什么叫弄一点？东南丁，今天是妈妈来参加还是他？妈妈，你是来参加还是他参加？我陪他来。你陪他来，所以你要参加游戏对吧？你是要上去的。参加游戏。妈妈要上去。妈妈赚钱了，你会不会觉得妈妈？那没关系，我尽量拍简单一点，好不好？好。蔡小姐来。蔡小姐算简单的了。OK， 谢谢。来，请就位。妈妈不要客气啊。妈妈不要客气啊。预备。来了。来看看这一对，这一对的这个对抗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妈妈为了这个小孩子啊，要当妈妈的补习费。还是你要上去？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我跟你讲，你挑战董哥，好不好？哎，有机会哦。好 ，OK OK。你要好好玩了，不要站着就摔下来了。来，请。里面2000块钱。加油！好，自己的，学费自己的补充来啊，自己赚的。还没过来做我们的董哥，对，不要紧张。你有很害怕吗？有一点哦，有点高哦。我现在证明我的平衡真的不好。是是，来颁1000块，这边会长1000块，来会长这边1000块，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来下面一位，哎呦，哎，这个这个造型非常奇特，哎，哎呦，你这样能走吗？你这样能走吗？你这样能走吗？哇，怎么跟 Lady Gaga 一样？哇，都穿好高的高跟鞋啊！对，你好。你们三个这样干嘛？服装系的，时尚系，时尚啊，服装 fashion fashion 哦，服装设计的。你们自己设计的吗？对，哦，自己设计，有这办展览，毕业展。对，这你自己设计的。对。为什么画两个黑眼圈？啊，你是主题是功夫熊猫，你们自己设计。撒旦的感觉。啊，做撒旦的感觉。撒旦的感觉。哦，魔鬼的感觉。这是实验文吗？真的。这是走什么路线？现代盔甲的感觉。现代盔甲的路线，那个呢？它是中东，然后进化版的。中东。对对对，他们是一系列，然后从比较传统的服装，然后进化到比较未来感。哦。是秀导就对了，没有，我是老师。老师啊。那您是？他是哎，他是4年级的这个同学。对对对。所以这服装都是他们同学自己设计的。没错。哦，所以要给同学机会，能创作、设计，还要走伸展台，他们就是模特儿了嘛。对对对。那就你来穿高跟鞋，我挑战你来。来。那你要换一双高跟鞋啊？没有啦，上去都要脱鞋的啦。赤脚啦。没有穿高跟鞋上去的啦。他就穿这样，你看不到怎么玩？你们这边谁可以玩？你不是？你可以吗？你真的可以这样玩？真的？可以，没问题。
那 Terry， 哎，你还没上吗？对，因为我算新手了。你这个还输，我就不要见人了，真的。对啊。哦，下了一层楼了哦，你看看。哇，你这看到干嘛？你看到？我这还可以打开了。他真辛苦，穿的衣服要等半天，回去该中暑了吧？你几年级啊？我硕一。硕士一年级。硕一了。那还要念到硕二、硕三啊？来，请就位。来，穿高跟鞋。Terry 怎么一点自信都没有啊？因为好了 ，Terry， 这是一个你不擅长的游戏，面对的这个是算是 Marco 了，这个秀导了。好，我们现在看到两个人呢僵持不下啊 ，Terry 还在找平衡感啊 ，Terry 在找技巧，要怎么把它甩掉 ？Terry 转动它，转动啊！好，两个加速。穿这样都能赢啊！对啊，跑成这样哎！哇，这厉害！红毛还没复仇对不对？还没复仇。来来来，刚刚红毛是第一个上来输的嘛？对。现在有没有想到怎么失败的啊？哎，对，现在是 ending 的时候了啊！又站同样步伐。来 ，happy ending，happy ending 了。我们现在看红毛还是站前后脚，站前后脚又比较好吗？现在要改成平衡了，平行了。哎，停了，停了，红毛，停了，没有力。就是天竺鼠投胎的啊！他那个穿高跟鞋，好帅啊！我们还看不起他穿高跟鞋，哇，已经赢四千了，他衣服这样束，他已经有对不对束缚在里面。对呀，厉害厉害，翔哥怎么样？这没办法结束啊！你没办法，他那么强，所以呢，你没有办法结束嘛？你没办法结束，我又要找那个人来，又找那个人，对啊，好好好，刚刚刚刚，预备，六千啊！完全是大家气势把他吓死的，而且他应该是跑了两趟，有点腿软，自己掉下来，累了。但是同学，我真的蛮佩服你，从你刚刚走出来跟现在判若两人。你刚刚走出来，我就想扁你了。他走路这样，腰快腰伸，因为那个高跟鞋很对啊，他的工作啊。但是他很英勇啊，你看，那向后转，你看衣服都爆开了，你看看。啊，没有啊。哇，这个细皮白肉，你看，哎，颁奖，来这边两千，来这边两千，来，哇，新加坡的姐啊，来来握手一下。接下来要来玩谁比我快，只要跑得比站板快，比他早到达终点，就能赢得幸福奖金。今天的相亲同学要加油喽！谁比我快？学校提供这个砧板哈。对，那有加码，这位是董事。哎，我是玉堂建设的经理。哦，盖房子的。对对，哎，怎么会今天在那边加码？东州的校友。啊，是校友啊。你是校友啊？副校长校友回来了。哦，来来，副校长，所以你特别来加码这样？毕业多久了？三四年。三十年，哇！三十年，毕业三四年，现在当总经理啊？经理，年轻有为啊，可能是家里的吧，哈。对，家族企业，家族企业，那讲过，家族企业这样算慢的。重点不是快慢，是当然打拼。对对对，打拼啊。那这样，这个校友来这边，这个我们支持啊，我们这个从那边跑，这个转角比较远哈，所以转角这个黄线不要踩到就好。哦，不要踩黄线。对啊，如果给你转这个直角，是否比较辛苦？从这里啊，我们哨声一响啊，对，就开始推了。嗨，这砧板到那，你如果比砧板快，就获得奖金了。没有错，男生要趴在外面，女生就要进一格了哈。等一下，你们老师，老师，你对你同学了解啊？同学上体育课认真吗？体育课，哎，体育老师，哎，体育老师，认真吗？你们两个可以跑，还蛮认真的。这两个到底什么专长？又不能文，不能武的，有什么专长？以前是跳绳的，哦，那个平，那倩宇呢？倩宇，
唱歌很好听。谁？啊，唱歌，一个是唱歌。你是跳绳的。那我试试看。好啊。来，稍微来一杯。来，跑一次试试看来。你看他握拳就不知道不会跑了。要手刀。来，你试试看，跑步一杯，开始，跑，你跑出来。好，下一位，下一位，来，下一位。怎么就这样啊？烂的，就这样啊？烂的，他这样就被淘汰，烂的。这个真的好像跑不起来哎。跑不起来。你会握拳头吗？不是啊，哪有女生准备动作这样？就我看看，跑两步来，把开始。OK， 这个好像好一点，那个有比那个好多了。哇，那刚刚真的，快跟廖明抱一下啊！干嘛？你只出来跑这几步而已啊！预备，加油！嗯，那没关系啊。除了拍戏之外，拳在明世代就十项全能。哎，过不多没有多久，你们就会到武力全开去，就跳舞了，对，要学舞蹈了。然后上这玩游戏啊，啊，待久了就是十项全能了。嗯，来，我们来宾先第一位，来第一位谁敢挑战？好，你好，中州的同学你好，几年级？啊，一年级，有原住民血统啊。哪一组？赛德克啊。赛德克芭蕾啊。赛德克哇。哦，长得很漂亮啊。对，眼睛很大。那也很会跑的啊。那过关2000块哦，来一杯。好，加油啊！好，加油！看哨子啊，哨子，一杯。不错不错，你好厉害了。我们先帮女生的好了，好不好？来，你也1000块，副校长1000，校友1000，谢谢。1000块钱。对，你是记者的。谢谢大家。你在学校有没有参加田径队啊？没有。没有啊，你的体能不错啊，对不对？好好念书啊，好不好？来，好辣的，好跟爸爸的，跟爸爸在讲什么叫好辣，态度不好啊？你要这样跟爸爸讲话，来。来。好，来，哎。你看，跑步就有跑步样子嘛，对不对？你好，你好，你好。上面写四个字叫什么？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现在念大一。大一，这个衣服为什么有写这四个字？什么？这什么戏吗？没有，没有，就单纯嘛。鼓励自己，对不对啊？对。鼓励自己，那家人加油来。来，加油啊！我看奖金要拉高一点的。都跑得那么烂，3000块了啊！跑过3000块了。预备。不错，很厉害啊！哎呦，跑得算快的，漂亮漂亮！哎呦，你是扮猪吃老虎啊？没有，而且我推稍微推慢了，啊，让他多一点时间跑。可是跑很快啊，也算快的。对，要有这个竞争，不然大家都不过关，这个游戏还玩什么呢？也是，对对啊，你来颁奖了哈。好，来来来，来来，冠军，那个副校长1000，那个校友1000，校友，手来，握手来，谢谢，好来来，校友啊，来来来，我们就在那边，谢谢。厉害厉害，谢谢你，谢谢你。好，是是是，还有没有挑战的？谁来？等一下，那个穿旗袍的，穿旗袍，穿旗袍的，穿旗袍，穿旗袍，你举手，我。那个你，高跟鞋比赛，董哥，你要问他是那个，你们这家是江浙菜还是四川菜？你们像肉丝啊，怎么没有鸡丁？人家哪是川菜的，人家是礼仪教室的，对不对？没有啦，我其实我也很能吃辣子的啊。啊，对，是啊，您川妹子。我是大陆过来的。啊，这么刚好。陕西，这么刚好。所以您是陕西人。对。交换学生。嗯，对对。来多久？哦，我来一学期啊。一学期还好玩吗？挺好玩，我主要就过来是说了解一下台湾这边的文化呀什么的。结果你了解了什么？然后刚好今天有机会也要参加你们这个活动，我就感觉很荣幸，我就过来。是，我们也很荣幸。那是。那这样您穿旗袍怎么跑呢？我可以把鞋子脱掉呀。鞋子脱掉，鞋子脱掉可以吗？有交男朋友吗？没有了。没有，害怕。
没有，因为我过来，我再交男朋友，我妈妈就不要我。啊，这样管那么严吗？对呀，因为太远了，我会想妈妈呀。是，好，你陕西哪里？陕西西安。西安，那您怎么跑的？你这个，你有球鞋吗？还是你脱鞋子就？把鞋子脱了，试一下。您这个丝袜货，您找一双鞋子能换好再跟我讲，好不好？啊。您去找，您去找，待会好就来跟我们讲哈。我们肯定给您机会的，给机会，他喜欢玩嘛，没问题，没问题，咱们就给他玩呗。行行啊，行，玩呗，没问题。那个，那这谁玩了？金刚狼啊，金刚狼，来，你好你好你好，先生你好，你是篮球校队啊？对。您打的是后卫，后卫，好后卫，后卫，你们是校队对不对？校队吗？你是谁是射手？谁？三分射手，射手，两个互相比啊。好，好，没关系，我们现在跑。我本来说从半场，如果射中那个篮三颗进一颗，就算10000块了。小米，这样从半场。对啊，那个 Curry 才可以 ，Curry 才有办法。Steve Curry 才有办法。三颗中一颗，他应该是没办法了。你不想完全不想挑战嘛？试试看。那你先让他跑一下。先跑一下。对啊对啊，这个篮球嘛。这没错。哎，你去哪？哎。啊。哎对，还会倒带的。好，你要来先，你大名是？陈波。陈柏宏，陈柏宏，好，你来跑这个，男生就要先趴着，趴着，对不对？对，先趴着。哨音吹，哨音吹的时候才能起身开始跑。这应该很快了啊！好，来，请就位。篮球队的来，听哨音。看过他。真的厉害，没话说。我看他转弯的时候，我胆子已经倒一半了。而且他连转弯都可以加速，哎，厉害！是犯规啊，是犯规啊，很猛哎！告诉你啊，因为我在那边推板子，他其实哨音的被你们欢呼声挡盖掉了，他比较玩起来。所以我推板子，那板子倒两三块，他还在边呢。对呀，他是中间加速度，哇，好厉害啊！快啊！超点。前一阵你们有去那个比赛，全国大学联赛，你拿第几名？讲一集 ，U18 有去参加过，对啊，去杜拜打，杜拜打哦，那是国手嘛，国手就是国手了，肯定是 SBL 的，对，你这样啊，你3000块等一下领好不好？因为我要挑战你那个三颗球的，国手啊，你如果不想挑战没关系啊，要啊，要是吧？那你先传一下，好，那个传陕西妹呢？你好你好你好，换衣服了。哎呦，您真好！你在学校参加跑步吗？哦，没有啊。以前在陕西呢？我在陕西就偶尔会出去操场上锻炼一下。锻炼一下。好，看你皮肤那么白，应该是很少晒太阳。很少晒太阳啊。好，您跑跑看。哎妈，您大名是？王亚楠。王亚楠。对。好，那您就从那个。从第三格。第三格，刚刚有跑过，您那个。啊，帮指导一下，蔡小姐，跟他讲一下。陕西交换学生王亚楠，对不对？你们3000了。好，这位陕西的男孩同学跑起来了。哦，后面会被冲出的亚洲球队，蔡先生。哦，慢了一点，没办法。啊，差一点。这有运动，每一种有差别了。是。他看起来是在运动。他再多跑几次就 OK。是。谢谢您啊。啊，尽力了。谢谢您，谢谢，谢谢。来，我们小礼物送给你啊。身体还是，谢谢你，谢谢你，好，那个篮球队来，哎，谁是控球？哎，谁控球的？就你啊，又是你，你又射球，你又控球，你不是全能的吗？那其他人担任什么？啊，第二控球，总有第二控球的吧？你啊，来，好来，从这里，怎么样？运球过去看谁快啊？好不好？看板子快还是你运球快？边跑步的运球，边跑，丢球啊！你要就是要做运哦。对啊。哇，哎，你要抢快攻的时候就要快啊。对啊。我们还没知道纪律，我们试试看嘛。哦，试试看。从那个地方开始好了，这里。我还要转弯哦，这里还要转弯哦。哨音一吹，开始要转弯哦。要转弯。哎，运得不错，运得不错。哎呀，好，蛮顺畅。看速度，看砧板快还是你快？好，2000啊。加油！加油！没办法，我们没试过。
我们没试过，也不晓得能力在哪里。但是总是有不同的比赛嘛。对。也是给他鼓励嘛，来。运得好哎，这个不能别人付了，你一千我一千啊，跟校友没关系的哈，来。好。是，谢谢。还有这边的一千块。来握手。谢谢，握手一下来。好。刚刚运气也试过了，对不对？对。接下来他的奖金还没颁嘛？还没有。他刚刚是三千块嘛？最后一项了。来，握手。我们就是出一万块，第一颗一万。如果进的话，就直接拿一万。没有，先试一颗了。先试一颗。试一颗中不中没关系，先试一颗才开始三颗。好。好。三颗，第一颗一万，第二颗八千，第三颗就六千了。听得懂吗？懂。从哪里来？来，镜头来。来先。Terry 试一颗给他看，这里啊，中线，中线，中场啊，半场哦，好远哦，三分，这可能要有点助跑啊。好，现在我们请 Terry 来试试看。真的 ，Oh my god！Terry 射了，哇，射差不多，距离够，但同学测试的进不进都没有啊。测试一颗球。少年郎有这机会，哎，他是由 U18国家的18岁代表队国手，所以接下来进行三颗了，不会不公平吧？三颗，第一颗进就直接颁10000块，也不用再投了。第一颗没进，第二颗进8000，对，第三颗进6000，三颗以来，来，你要哪一颗球？都可以，好，来，同学加油加油，好，第一颗，博红嘛，啊，有，博红第一。掉了，来，第二颗，然后还要炫一下啊，炫一下，炫一下球，而且他是左投手哦，他是左投手，准备了，同学们加油！第二颗爆发，哎呀，就打在框框上面，来李飞，越来越接近的，加油加油，哇，前面几颗都差点中，把握机会，后退后退啊，各位现场的朋友，最后一颗了，给他加油一下。他不是第一次啊！哎呀，真的，哎呦，到最后一次才可以。可是前面一两次已经摸边框了，很接近的啦。你就知道那科瑞力量的重量训练哈，对，重量训练很重要。嗯，你看他头半场不是轻轻松松，那个重量已经不知道练到什么程度了。来颁奖了哈，好来，真的很不简单。我先2000了哈，2000块来。这边2000。校友1000，副校长1000，好了。好，各1000块，获得6000块钱，因为他是第三次的。哎，哎，等一下，刚还有1000块还没搬呢，还有3000，还有各1000呢，来这边1000，这边1000，跑步的，同学9000了啊，差一点就忘记了，厉害。三分线投篮就已经不简单了，同学你果然是国手，从中场 logo 这么远的地方出手你都能进，金驾鞋厉害啊！各位观众啊，这个冬天快过去了，是的，春天已经来了嘛，橘子算末段班了，它是冷的时候才有啊。对，现在橘子啊，如果放了久了，你看那个汁啊，哎呦，休息这样。啊，多汁啊！这应该是不错吃的。对，而且剥其实还有方法了。有方法吗？有，你要先把它剥成半圆的呢。啊，这边也要剥半圆的。真的？先是教大家怎么剥橘子。对，你看啊，这橘子不要浪费了。你看了这样有没有？你看，接下来这样剥，再给它切一半。不是。哇！哇，专业！哇！对，这样就可以吃了。对啊。又不沾手，对，你看到没有，多好吃！那个吃橘子，来，哎，卖卵了，哎，两位大哥，啊，什么？这橘子现在很开心哦。我们不是来介绍剥橘子、吃橘子的吧？不是啊，不是啊，咬橘子啊。喂，我们今天中间站位老师，哎，老师你好，哎，老师要表演吃橘子，喂，老师你赶快跟大家讲，今天是教大家做什么？这个我们
基本上橘子皮我们都是废弃不用的。一般来讲，这个萃取精油比较困难度比较高。哦。那但现在我们用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家庭主妇也可以来在家里面都可以做精油。哦。做精油，橘子皮的精油。精油里面有一些柠檬烯哦，它的味道里面那个蚊子过来之后，它不太会。哎呀，自然防蚊，对不对？防蚊的。所以告诉大家怎么做，怎么。那首先呢，会放这个。水下去，然后把那个橘子皮呢，我们就是蔬菜，哎呦，水果梯嘛哈，对对对对，果汁机来，丢进来，然后，把它打成泥，哎呦，橘子皮呀，那我们就把它打，一般做料理也是用的味道，就很简单的哈。就把它放在里面。一般的茶壶啊，一般的茶壶就把它放在里面。哎呦，放在里面茶壶。水要煮开，对不对？要煮开，煮开水壶，煮开精油会共沸，利用水蒸气的原理把这个精油就通了管子的。对，那很简单的，大概。各位看到啊，它水没有装很满哈，但是慢慢煮，你看通过蒸馏的方法。对对，这个是蒸馏的方法。哎，这个是下面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纯露，那上面就是我们的精油。有一层。这个家庭里面用的话，如果没有冰水的话，你那个水到这边的时候太烫了，很烫，水跟水蒸气呢跟精油全部都飞掉了，哦，所以收集不到。精油是在这里，对，上面这一层。那你怎么萃取它？大概就会用，我们就会用这个水，这个纯露呢，我们会去调75%的酒精，因为它有杀菌的能力啊，所以你。然后再把这个精油呢，就是100cc 的时候，100cc 的这个。酒精的水溶液呢，我们大概加1cc，这里有一个刻度啊，那我们就把它加在这里面。100cc 加1cc，对，然后大概就是100比嘛，大概就加到100cc 这样，大概99cc 了，哎，对对。哦。然后我们再会加一些。等一下，刚刚吸滴之后滴进去是油嘛？对。再加水要加到100。对，它会分层。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大概会加一些乳化剂。乳化剂去哪里买啊？就一般的食品的原料。乳化剂。我们就把再加进去，乳化剂加多少？2%。2%。对，那你这样就可以冲天进去了。哇，这样就是哇，你看你颜色都变了。对，那你进去之后，你再把它摇一摇，它就会很均匀了。那这个就可以用了，这就可以用了。那摇了摇了摇了。有有。哦，有味道，香哎。嗯，怎么样？你这样就自然防蚊了。哇，好棒啊！真的。这样子蚊子就不会靠近你了。哎，好浓的橘子味啊！而且它味道是很清香的。对，加的柠檬味道奇怪。它这个就是柑橘，因为一般我们柠檬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柠檬烯。嗯。那一般橘子里面也有很多的柠檬烯。难怪啊！所以你闻起来就很淡淡的香味。对，这是老师自己做的吗？那基本上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是利用快木啊，也是用水蒸馏的方式。嗯。那它的萃取出来的那个纯露，它去调的这样子，然后加也是加一些乳化剂。哦。那基本上这个纯露呢，在一般我们洗手，一般我洗手液哦。对，一般我们洗东西啦，或者保养手啦，你就可以这样喷一喷这样。你现在很鼓励哦，回家第一件事情，不管大人小孩，一定要先洗。没错没错，对对。这个是要组合送给观众朋友，刚刚上网了啊。好。那谢谢老师了哈。那我们就送个游戏给同学的啊。来来来。好久没玩团团圆圆啦，规则超简单，两队都穿着泡泡装对撞，将对手撞出场外就获胜。你几年级？一年级。一年级啊？哦。你是举重队的三铁还是？柔道。柔道。几段啊？二段。哦，所以全中路六段，我并多三段。对。你小心被他摔，我跟你讲。你好，也是校队喽。对。这个学校很大，哎，体育风气很兴盛，走进来十几个篮球场啊。对呀，啊，好漂亮。这是私立的吗？还是国立的？私立。私立。那今天是谁在那边？副校长跟董事长。哎呦，副校长跟董事长有来啊？董事长有来啊？那副校长不董事长来，董事长是等于有钱的嘛，对不对？嗯，好，有钱的，那赶快欢迎，赶快。董事长好。哎，你好，年轻啊，董事长，年轻有为。董事长给我们勉励一下，对不对？要再给我们鼓励一下。哎，祝大家今天愉快。满意，而且能够顺心。不是，愉快满意不是祝大家的，有的实体上要有实体一些里面有。可是我们董事会教育部规定，我们只能选校长，剩下实质的要去行政单位的。行政单位，那今天还有行政单位的吗？有啦，我们负责管经费的副校长啊。谁管经费？管经费的副校长。副校长。副校长。你刚刚站那么久，为什么不进来？对对对，赶快！第一棒，我跟你讲，我们玩游戏就把它撞出去好了。跟你撞呢，
你就跟他撞不公平嘛，要不要跟他撞？女生哎，我跟你讲，不要一开始不要撞他了，我跟你讲，撞谢欣好了，好不好？你们这撞了三个不公平嘛？对啊，这么小一只，这个撞飞掉了，塞在一起都撞不过，三辆跑步机干嘛呀？来，请救，请救！来，你看那红线是四方形红线，哎，出线就输了，因为这个很辛苦啊，我们撞赢一个3000块啊！哎，你们加油一下，加油一下，加油！第一次感觉什么？撞第一次。第一次感觉我整个人飞，我飞在空中。对，我看到你回去看播出，好像飞出来的感觉。对，好吧。第一次撞的时候你就已经到线外，对，好像很高才撞到那种感觉。我跟你讲，董哥，谢欣绝对撞，那其他女生根本不经撞。怎么可以？对，我没输过。我再加2000好了，就剩2000了。对，好不好？再加2000给你啊。来，来啊，加油！预备。他说他没输过嘛，哈。对。加2000，预备。哪有办法跟他撞啊？累吧累吧，哦，好昏倒了。蔡小杰，你话都讲不出来，现在撤到2000呢，给他。来，经理，那个副校长也2000啊。不是啊，对，那个董事2000啊，部长2000不要，下一包再给你2000。来，我这边没有，这边还有1000，这边2000，这边还有1000块，来，这边。1500块。我是知道你还有体力，可是这个很耗氧啊，对不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哇，你这样起码瘦2公斤了。啊，对。他这是要练重量，你还叫他瘦？练重量的，超厉害的，根本没倒过。我就看小杰倒。咚。我刚说我没有输过是真的，我已经在十几个节目，包括沙滩上玩过这个，我没有。我跟你讲，不是因为我看到你是很奋战的，没有轻易放弃，不像谢欣弹出去就爬不起来。先出界，你弹2次的，弹10几次，好，谢谢你。好，谢谢同学。下面一位，哎呦，很厉害。哎呦，你好，哎，你好，大名，大名，张展毅，张展毅啊，展毅啊，几年级？1年级，你好，副校长知道吧？知道。董事长知道吧？知道。好好努力，今天是我来帮你们加码奖学金的。对啊，我们三个都要付钱的啊。对。你这么瘦，哎，全运动，可以吗？我欺负他吗？欺负他一下，欺负他。体育老师啊，好不好？可以吗？叫小二的体育老师。已经没差，反正都遮住脸了。来来，就位。来来来，预备。3000了。好，比赛开始，来，这是我们的前进队。
把他拿起来，把他拿起来。人家都根本还没爬起来就逗他，因为跟他一直不起来。那就玩一个就可以了啦，对不对？那我们就颁一千，那校长颁2000了哈。来，1000块。对。2000奖金，那这个1000奖金，不敢。来，谢谢。来，下面一位。哎呦，哇，这运动员来一个撞的了，看就知道运动员了。可在里面你自己分析啊，你看不到路是自己踩到线是自己输啊。大名。杜玉成，杜啊，对，现在是中州大学，科技大学的杜，篮球队，篮球队的，篮球队。那你的体型只有江振凯啊，不然谁？那江振凯站过来，差不多了。对，他要稍微高一点。对，正高没有用啊，要有重。我现在如果赢他的话，我就证明我10年前一样雄风了。对你一定会赢他的，你有输过吗？没有，目前这关也没有输过。来来，好来来来来，李威，哇，这个是。哇，这两个厉害了，这个绝对是美式足球的冲撞了，差不多了。因为好，两位篮球队的哈，蓝色是我们的 Terry， 哇 ，Terry 居然跌倒，篮球队员没有倒，篮球队员拔起来硬攻，但是 Terry 顶住了，现在双方打在中场，顶住的哇 ，Terry 一直在撞墙，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蓝色是我们的 Terry， 红色则是观众篮球队 ，Terry 又倒了 ，Terry 倒了十。厉害，可是第一个撞你就已经快了，哇，这个很耗氧哎。对啊，撞第一下，再第二下再起来的时候就很喘哎。对，哇，这个要值得鼓励一下的。来，我们这次我们2000好了，2000。好，恭喜。恭喜1000。你1000就可以了。1000，副校长1000，哎，副校长1000。我们这边2000，是。来，跟副校长握手。谢谢，好厉害。啊，你在那边跳跳跳干嘛？你在干嘛？没有，只是副校长送我们的东西。哦，这样哦。来，副校长，这个是这个是我们中州科技大学我们保健食品系的一位老师开发的哦，而且联系了好几年，得到云林县跟彰化县的10大伴手礼哦，所以这是吃的嘛哈，吃的吃的，这个要送给大家的，叫做黄金封印礼啊，这个送给大家的，谢谢，我们继续送幸福，走嘞。接下来我们要来玩追赶跑跳碰，也是观众最爱的游戏之一。瓜哥，你一定要下来玩，让观众也能看着你玩，哈哈大笑哦！追赶跑跳碰。上次我玩了一次啊，哇，全部人都笑得要死，说我那个恐龙啊，被我整个都撕裂掉。对对。所以本来我今天想要玩的，我想我就不要虐待动物了啊，就让你们来玩。你也没办法玩，那只恐龙已经这个往生了。哦。也扶不起来，那道具修不起来。对对对。没有。其实呢，我们今天呢是没有恐龙装的。哦。哎，所以你是可以玩的。没有恐龙装。对，因为真的有人投诉说你这个欺负动物，所以我们把这个恐龙给我没有欺负他，是他欺负我。因为我穿着它变得很难跳啊。对呀。所以我本来想亲自示范的，但是已经有恐龙受伤，我就看不要算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没有恐龙啊，你可以来啊。今天你可以大显身手。对啊，可以好好跳嘞。好机会啊！你上一次一直上不去，多好笑啊！对，如果我没有恐龙的束缚的话，我可能就很快了。就蹭蹭就过了。对，那这样对来宾会非常不公平啊。不会啊，是吗？这样看。这样才是激烈的比赛。你们一天到晚都说不会，最后骂就骂我。不会，怎么骂你？对对，我先看看对手了，好不好？好，欢迎第一组。来，第一组来。还有啊，这里小女生，这样还可以。小女生，等一下，这几个身轻如燕的，这三种安魂呐。对啊，你还怕我？不是他欺负我，100公斤啊，对，三个在欺负我们呐。那么对，我们都是三女三两，三男三女。哦，那另外一个男生在这里，还好，瘦瘦还好，这个还好，这个另外一个呢？来。哇塞 ，How tall are you？ 2m1。2m1，201啊。201耶！哇塞 ！Where you come from？ Yeah, I'm from Africa. Africa? Yeah, a nice country. Ah, Africa. Nice to see you again. Yeah, me too. See you again. 你是没看过伊哦？没啦，我看过很多 NBA 的都很像。对对对。你会说国语
你会讲中文吗 ？Can you speak Mandarin? Mandarin? Yeah. I can. Only a little. How little? How old are you? 20? I have 19 years old. 19岁。19岁而已。19岁。19岁。各位观众想想他，请他来跟我对抗，不是欺负我吗？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你们不是比赛篮球啊？比赛又不是比高。对呀。你总要说服我吧。十九岁。我都快59了，跟他玩，对不对？哎，这这找70、80岁的老人家玩游戏啊？找80岁也不差30，他差40岁啊。不是啊，那这个东西又不是看个人，是团体嘛。你还不是你一个，还有大家。等一下，等一下啊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Bamba。Bamba。Bamba 啦。Why you come here？ I'm here to play basketball. University. 哦。他是代表台湾大学吗 ？Are you studying in university？ Yeah。会啊，台湾。Yeah, in here, Beijing University. 中州。所以他在中州念书，是中州校队。哦，中州 University 的校队啦。哦，这样我就了解了嘛。OK。他是中州队长啊。哦。他在西南的中州啊。You a girlfriend? No, right now, no. Yes. So this. Okay. She want a boyfriend. Okay. Be my girlfriend. Yeah. Okay. 你不要去请人家。这位是这个是撞的啊，这个撞的瓜哥，这个你看他帮我遮阳刚刚好，对，你还躲太阳，对，你花姐呢？花姐呢？苏伯去，苏伯去，我你讲英文干嘛？看就知道嘛。哦，那你也是篮球队啊？球队管理，你在管理他就对了啦。对，好的，三个女生，三个男生其实也蛮高的，平衡不好破。那我要挑一啊，挑你啊，好，好不好？好。那我们有三女啊，哪三女呢？三个女生啊。对。啊。细心好了。对，叫小二就三个女生啦。不是啊，他们新人，我们还是要有。哦，要有经验的是。哎，可是。等一下，你选谢欣。对啊。谢欣也玩，你也玩，我也玩。那没有人主持大局，没有主持人啊。没有主持人啊。对啊，不行啊。那不行。要留一个，要留一个。还是我留下啊？不是，还有我啊。为什么？我上礼拜我根本不知道，就是我也觉得阵容当中啊，你下去了啊，所以呢没有人主持啊。对啊。后来他还好，我就赶快叫谢欣帮忙啊。他就吹了主持整个这个游戏。对对对，有谢欣帮忙。对啊对啊对啊。现在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啊。就他也玩，我也玩，你也玩，就没有一样同样的问题嘛。对，变成后来我隔了礼拜回家看电视，我儿子看了半天说，怎么没有人主持呢？爸比，你不是主持人吗？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时的状况吧。我跟阿翔都上去比赛了，对，马国斌也上去，那谁来主持呢？当然是你啦！哎，你再上去，不就现场没有人来描述了？全方位是大哥啊！对，未雨绸缪，你想要这一点太棒了，看到没有？对啊，而且你还要照顾他，你这个很忙不过来了。是，董哥，你当下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主持人吗？阿翔说，对啊，我在这节目我是主持人啦，你总不能去上去了。后来谁提醒你啊？我儿子嘛。哦。9岁而已，你看，对，好聪明啊！我都没想到这一点的，你看。其实啊，那就不用烦恼这个问题啦。那这样，我是给他一次机会好了。好，来，请就。那你们先救了，你们先来了，好不好？来，你们掉下来，重新来哈。对，这种，我儿子啊，就提醒我说，我在这节目是主持人。哦，对。他再来给了个很好的建议，我才想起来。你今天是一日店长，就是你了。他给你什么建议？他说我每次都在发钱嘛，对啊。但是很久没看到处罚了，他觉得看到有人输的那一方被处罚，他觉得那个真是好看、好精彩、好，大家会笑到一直。可是这单元你没有参加就不好玩了。哎，你建议不错，哎，要不然这样，输队我们找代表出来处罚。对，那这个单元还是我来主持，你来参加。哎，我想想啊，你难得参加，人家喜欢看你嘛。你是一个店长，对呀。那你可是你想得起处罚吗？你根本想不起处罚是吗？你要处罚什么？还是你打电话问你儿子啊？这个我们就那个嘛，啊，吃冰，好，吃冰。怎么样？拿个水球撞破，啊，又是撞破水，撞破水球，清凉消暑嘛，撞破水球还好。撞破水球，这个 idea 是谁跟你说的？哎，是我儿子跟我说的。你要去跟你说，那下礼拜叫他来主持就好了。来一杯。哎呦，你去上走，没有了，你一店，你是一店店长。Ready。追赶跑跳碰，哎呦，吹的还不错哎，哇，这个真的还会吹，我那跨了就过去了，不用吹，这个就要跳了，这个有女生就要需要跳的，哎，他就在那接篮球就好了，哇，这个最重的，哎，好，下来，OK，return。
Go go go！ 对啊，还好有一个撞，还好有一个撞，还有脚踏就可以了。来棒棒，对，棒棒棒棒。对了，我是管理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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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场跳过来了，我来看你是怎么跳的啊。耶！哦，大家都用这青蛙跳。你是一日店长吗？要讲话啊！我要讲话。我儿子没有跟我讲。哎，那我们来看看你们这队的成绩怎么样？好了，好，来来来，很快嘛啊！那对，你 good job， 很可信。OK， 好，我们看成绩。多少几秒？等一下，秒。46秒。46秒，这组46秒。大家就很清楚了吧？那我们就是。没有赢过46秒，你45秒就赢了嘛？对。可他脚好长哦，他一跨就过去了。可是你们只要超过46秒，你们就要接受处罚了。啊，好，那你就翔哥，你是第一棒嘛？啊哈。然后女生通通上去的，啊哈，我最后一棒。你最后一棒？对。哎，为什么你会想要压最后一棒？通常你不是都会先过去吗？没有没有没有，今天就不要连累大家。对，因为今天会有处罚，比较认真一点。我要认真一点。哦，这样啊。对对啊，你看，嗯，好。好，我是第一棒。然后好的都给你了。啊，谢谢谢谢哥哥，没有啦，不是好的啦，要认真呐，你不要想好的不好的。讲什么？好了，所以你是第一棒。我第一棒。他第二棒。第二棒啊！你为什么第二棒？为什么不能第二棒？乐言第二棒啊！他是他来宾啊！来宾，谢谢谢谢谢谢！没有这样，红毛队第三棒，你第四棒，你第五棒，我对不对？第六棒。你最后一棒。OK， 来。真的是最后一棒吗？店长在那边啊。好好。欢迎队。哎，杨哥。哎呦，撑不撑？啊，看一下好不好？好，看一下好了。来，几秒？游戏有些规则嘛，哈。143秒。143秒。颁奖，谢谢。原来没有那个恐龙装也很难穿呢。本来就不好跳。是啊是啊是啊，一日店长还不错哈，也慢慢恢复了。慢慢恢复了。是啊，我们继续送幸福。要派人出来，派两个出来惩罚。什么东西？派两个出来处罚。处罚？对呀。派两个人处罚。派两个处罚，好了，那你讲个数字好了，你讲。我讲个数字，我讲2。我讲3。好，那你呢？
六。一二三六呢？五。你呢？没有。他没有完了没有？谢欣啊，谢欣。八。哦好。最接近十的就输了。最接近十的就输了。八嘛。一啊。哦八。还有那个六，谁喊六了？你怎么没有警觉性啊？这个喊六。六八六。跟八的。来，然后主播来了，就位。主播来了，就位了。那接下来就躺下了，对不对？这个来完了。我女儿要受罚了。为什么是我跟谢欣啊？你们一个多少？一个八，一个很六啊。一个很六嘛。对，我是喊。你是三，我是二。你是二三一。一二三。一二三嘛。啊，他喊六个八嘛。对啊。有六个人呢，不是吗？还有个谁？五嘛。你看，一二三五六八。对啊。最接近十的输嘛。对，刚刚最前面没有听说最接近十。没有，这他也一样，他为什么选八？他常常在我们节目中，他为什么选八？对啊，你不要难过。哎，还好我不是教数学，我是教国文。你多来几次我就懂了。这真的是一个智力的，对，智力喵。是，但是要有人示范嘛。蔡小姐来请就位。对，你话那么多。好了，不要说欺负你们了。我们来，大家，我们六个人对不对？啊，就。黑白我胜利啊！对，那这不要这么公平，胜利这样公平嘛？这样公平，不要说蔡淑真的，不要客气。好，我们也不能欺负新人，这样我们形象也没多好。我们不要失去公平的，没问题。一起来，来，对，黑白我胜利。来，好，看多的离开。对，一样，那再一次，黑白我胜利。来，我看一，你是黑的，白的，好，白的少的先离开，你剩下黑的了。黑白我胜利，好，一样。黑白我胜利，好，你少的离开，好，兄弟们，黑白我胜利，啊，是你一个，那就你中了。对，你中剩三个就了。我们两个离开啊，我们两个黑，你就白了。刚锤到三，只有一个，剩三个就没有什么多赢啊。那你两个怎么猜？对啊，三个一定要少少，就不然你猜剩两个，猜我们两个永远都在这黑白啊。就是，对你刚刚三，我跟你讲，你刚刚三个，如果你离开他们，来，对啊，如果我们像这样嘛，不选你，你说不公平，你不选你。你刚才如果说这样嘛，你这样嘛，我离开了，那他们俩怎么？那我们两个怎么永远都没有办法？永远都没有胜负啊！他们俩就不会有一样。所以这要变通嘛，剩三个的一定要选一个，对不对？数学不好，你先了解了吧？来，就你数学好，对。一点嘛，就选一个处罚，很公平嘛。对啊，因为演一秒就过去。来，请上去了啊。哎，那个会不会很高啊？没有，一楼，我们两个一楼半，比这高铁那边还低啊。OK， 来，预备，处罚开始。那你脖子不要用力哦。快呀，头高脖子缩。你小心，再来，你安全，你会痛啊？会不痛？会痛啊！那你会痛？痛啊！会痛还要玩一次就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子，就看处罚你一个人啊。刚讲好的，一定要派出两个代表了。两个对吧？两个。对，有两个。我们再找一个了。对，那怎么找？来，董哥，你还玩吗？上诉啊！你要上诉？好，要上诉啊！可以，输的当然有权利说话了。来，黑白我胜利。我看。有了，好，那剩下两个白的来。好，剩两个白的，那剩两个白的。剪刀石头布，剩两个就剪刀石头布。董哥，你还没发现刚刚被骗了吗？那你两个怎么猜？对啊，三个一定要少数，不然你猜剩两个猜。那我们两个永远都在这黑白啊！来，对啊，如果我们像这样嘛，不选你，你说不公平，你不选你。刚才如果说这样嘛，你这样嘛，我离开了，那他们俩怎么？那我们两个怎么永远都没有办法？永远都没有胜负啊！哎呀，我们也只能感谢董哥这么热情的配合大家啦！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输的人。上诉吧！我们什么？剪刀石头布一次的，不是三战两胜的？没有，就一次的。不能太高，不要锤哦！不要锤哦！好，来，痛还是会痛啊，真的。来一杯，好。第二次惩罚了，太高了，有两个嘛哈。两
个，我都做很好的示范，认赌服输。对。你刚刚一律店就给三千块，你一律店长说得很好，一律店长就是要给奖金，要不然就处罚，不然大家玩什么？而且他处罚他儿子也说的没错，处罚的时候大家会看得哈哈笑这样。对，以后还有机会可以这个。有就上诉，今天因为没有人，你们下去的时候我来，一律店长可以吗？一律店长，董哥，你忘记你是主持人了吗？怎么最后变成你被处罚？现在节目都播完了，你总该发现了吧？